人间烟火送给我们小杨哥家所有的好朋友。嗨嗨嗨，我是你们的想象。再难与人说，小杨哥测试菜刀，为了把价格打下来，把品牌方整哭了，一分钟卖了八万单。怎么着？让我来翻车来了？大哥，放就辣，来放就辣。怎么辣了没有？我问你，辣了没有？有没有辣？这不就辣了？这辣了吗？我这样吧，就辣了吗？这辣了吗？请问烂了吗？不是，你这样一扎，这一推，它都破了。行，给你29块就可以了啊。试一下，回家剪菜根儿。剪菜根儿。嗯。我看一下刀，有啥用吗？能剪铁丝有啥用吗？谁回家买剪刀剪？什么？那菜的根儿能比铁丝硬啊？我没事，我买个剪刀回家剪。就连鱼鳍都没有铁丝硬的，妈呀就开了。就这么切，你怎么切？就这样切的，妈呀，一放就开了。不是什么一放就开了啊？对呀、啊，就一放就开了。你给我扯什么扯？你给我放吗？你给我演戏了？你没演戏？别毛住了，来，烂了吗？划个口子，划个划。妈呀，烂了吗？哎，你的手再用力，你给我挖呀！你像我那你这样用力，那你这样挖牙也开呀？你不要说放，这样挖牙也一放它也开呀？你放下来，你手别动，你手别动。别用力，妈呀！一放这不也？妈呀！用力没有用力？你再妈呀！你就用力，要用力，那不用力了吗？那对，行对不对？就更省力了。你妈呀的，我要妈呀，烂了吗？哦！随便动，兄弟们，
记住了，请勿模仿，这个是专业人士，他是卖刀的。对，我的妈呀，我是卖刀的。给他上八万单，189一把刀是不是？啊，对，线下在小杨哥直播间。哎呦，撤！就在今晚，大杨哥带货菜刀，展示熟练的切菜技术，却一不小心切到了手指，疼痛难忍的大杨哥捂着手指跑出了直播间，在一旁的杨爸看到后，表情非常的担心，也赶忙上去查看。啊，真姐，这真的怪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抱一下。此时杨妈满脸责怪儿子不小心，在一旁的杨爸递上纸巾后，本想查看儿子的伤势如何，却没想到被大杨哥的一句话差点气晕。看看你老婆，看看呀，逗你玩儿，不行，吹飞。这个是厚的，是砍过骨头的，这个是切菜的。那不要，我们拿的是正常切菜的，切菜台啊。再来个切个黄瓜是吧？切个黄瓜看看有多快是吧？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剁骨头的，来，我拿骨头，这是牛骨头啊。哇哦，血就是剁骨刀，不错，不是玩的，是因为有美颜，所以找他玩。这个是剁骨刀，这个是切菜的，切菜的啊，它的体积不是很大的那种，因为方便，主打就是方便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剁一个，再剁一个，来，五花肉，五花肉，一会儿切完了，咱们把它给炒个辣椒。耶耶，可以啊，兄弟们看啊，轻轻这么一滑，对，你看，哎，真快。一个切菜啊，兄弟别搞错了啊，一个就是切菜的，这是剁骨头的，知道吗？这厚的是剁骨头的，轻的是切菜的。然后今天再想个直播间，现在看市场怎么办呢？这两把刀，不仅这两把刀给兄弟们破价，还给大家水水果，这个水果刀也非常快啊，非常快啊。大家入的时候注意啊，啊，这个非常快。再给兄弟们加一个，来，拿个啤酒，剪刀，剪刀，来。好，今天再想个直播间，再给大家剪个帖子，再能剪帖子。好了，好了，大家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个切菜刀，一个剁骨刀，剁这两个刀就99了啊！再加一个剪刀，再加一个水果刀，多少钱？69.9，试试看。一周包退，一个月包换，一年保修，终身质保。包装是这样的啊，包装是这样的。你要是能把乔妹追上楼，我把三箱送给你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看见乔妹在嘴哥直播间站了一晚上，于是过来查一下是什么原因，不料竟被嘴哥撒了一波狗粮。乔妹，他什么魔力能帮你吸引在他面前站那么久，站9小时？他站了3小时不？因为他爱我呀，他爱我，他就愿意陪我呀，这叫爱情。虽然你有两个儿子，那是叫繁衍，我这叫爱情。小杨哥被嘴哥的一番话对得不知所措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小杨哥立马拿出了福利产品。最后嘴哥的一番话彻底把乔妹感动了，这叫筋膜枪，放松肌肉的。拿过来了。小巧，你卖1128一把，你还这种四个头子，这不同的头子是不同的按法，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机制好吧？69上车，牛逼啊，师傅！筋膜枪是通高频率震动放松我们的深层肌肉，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爬山，对不对？你要去运动，运动完以后，你不是你之前没有运动过，你做完运动以后，肌肉形成了吗？你的乳酸堆积，你想要减缓这个疼痛呢？你得用手或者用这个筋膜枪去放松排解乳酸，然后它就不痛了。小妹说好用就买，小妹这个放松之后好不好用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，你不管是现在还是当下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不抛弃你自己，没人能抛弃你。丑一点没关系，我们要努力，要有上进心。现在不是看颜值的事，对吗？兄弟们能不能理解？我也知道你们现在肯定会非常的累，非常的辛苦，真的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早上起来4-5点钟上班，很不容易，大家都不容易，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。努力不一定能成功，但是不努力肯定不成功。人生嘛，赢输50%，为什么下一个赢的不是你？要么赢，要么输。我们来的这个本身就一无所有，拼吧，大不了再一无所有，万一翻身了呢？小杨哥到底有多爱惜这位徒弟？在昨晚的直播中，所有人都围在前面吃小龙虾时，只有小杨哥注意到小黄一人在后面站着，于是立马招呼徒弟到前面来吃。拿过来吃，快！给他盛了满满一碗龙虾尾的同时，还不忘嘱咐他。老婆。而懂事的小黄为了不挡住别人，只能屈膝半蹲着吃完全程。那些小杨哥都看在眼里。当小杨哥在带货奥兰凯利包包时，看到大家刷屏辱骂小黄，十分疼爱徒弟的他，也是立马站出来为小黄发声。你家的包叫什么？轻奢品牌奥兰凯利。这个包呢，容量很大，承重能力比较好。包的承重能力耐磨。这一个包多少钱？1299。1200多，一年能不能卖出一个？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你不要听他扯。两个直播间了，给你们加一个。哦，这个是链条包。来，再来一个。
枕头包，再来一个手拿包，再来一个这个也是这个手钱包，手拿的小钱包，再来一个拉链的这个小包，再来一个这个小包，再来一个一个装饰品的小手表，再来一个墨镜，来大哥来，哎，再来一个香水，再来个丝巾，这个丝巾可以挂在包上面。一共11件，响哥今天多少钱了？刚才他说了一个包就1290，肯定不信男的嘛啊！咱就以响哥指纹为准，299啊！上车啊！我有觉得我的事情可能底下评论会有人骂，哎，骂什么响哥这个说我都无所谓的。但是呢，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底下有人说什么看到小黄我就拉黑，属实有点生气。小姑娘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啊，真的啊，没你们可能看不到，真的是有很多伤，就是逗大家开心的时候，虽然她看起来非常的疯癫啊，给你感觉她非常疯癫，但是呢。她也是个小女孩，但是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嘛，对吧？喜欢他们看，不喜欢对诋毁，因为她没做什么对不起大家事儿。她现在一心就是想逗大家开心。最近就是有人质疑，老是在底下这个都说那些东西，然后讲讲吧。不喜欢就划过嘛，确实你不可能，怎么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呢？肯定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，喜欢咱们就划过去嘛，不看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求你下一个，讲你的事儿，我必给你办。你不用求，不用求，不用求，你讲讲。特别喜欢你们这儿的一个女主播。你喜欢我们的女主播？你搞不好意思了，兄弟。喜欢啊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我们喜欢，我们让他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，喜欢谁？说哪个？就我公司的主播是吧？对，就你喜欢。对，喜欢多久了？他喜欢10几万粉丝，两个。韩寒，我凤林，是不是韩寒？我不是凤林，韩寒，凤林，小乔，贝贝，你说，你快说，说喜欢谁？小黄，我以为青青呢，你喜欢小黄呀？啊，小黄，看，叫小黄10分钟，给我过来。Later。就是刚才有人说什么我笑他，我没有笑他，是吧？我觉得他搞笑，你这有对你就笑没有啊？好了，来，行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来，好吧，我看看你看我打到我吧。对，小王来了，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就是让别人逗别人快乐的感觉。他刚才说一句话，我刚才不是说你们笑什么？他说没事，是，我开心你们就开心，不对，你们开心我就开心。小杨哥带货儿童面霜有多严格？不仅亲自试用，而且还用上了专业仪器，经过测试确实很好。粉丝一看 hold 不住了，直接把库存一扫而空。宝宝面霜主要是功能是什么？这些宝功能是那个保湿面霜，香香小杨啊。这个你知道吗？香香，看一下，就闻起来那叫一个，感觉一下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感觉一下，一点都不香。你闻，我们这个是不添加那个酒精、香精、防腐的，就不添加香精。这个是宝宝用的，还没有香精。哦，所以你闻的一点味道没有。这是什么，兄弟们？它是什么？能震动吗？这不是啊，这个是测保湿的。好，看一下，不知道。水分27，油分45，弹性48，得分60分。来，我来这个啊，我跟你说，吹干痒，52，油分19，水分52，得分74，弹性58。这确实，我摸着感觉那个霜已经干到一点都不粘。你讲一下，你介绍一下。它这个霜的话比较清爽，不黏腻的。这个真的是良心产品，它不加这个叫什么香精，因为有的时候有色素有香精，所以它很香。它这个是一点味道没有。马上冬天都到了，小孩子都需要这个。他们自己在直播卖啊，多少钱？直播的是多少钱？59.9两瓶。小哥今天也是两瓶，我会给你送一瓶，你可以先用这个小的吧，这是25克的。用小的，那感觉不行，这两个退了。我再给你一个，刚才没说了，看润唇膏。哎，这最近秋天啊，秋冬天啊，非常的干燥，非常干燥，小孩子嘴巴里容易开裂，就是润唇膏。再给你来一个。也是紫苏护手霜，也是20克的啊，紫苏护手霜，这么多，两个这么多，39.9。它这个没有香精啊，因为小孩子用的嘛，啊，良心啊，良心产品。